啊，这个在跑，昨天丢了。啊，有没有结构出来？我看一下啊。嗯，数变小，它那个的大小吗？大小，然后你要 create 棒才知道共价键存不存在。哦，我这边你看到怎么缩小原子？它一共才有两个变小大小。看起来是不见了，但是为什么？所以你初始结构就没了吗？你这第零笔是你放进去的初始结构，对，另外一层没有靠近第四页，因为我它我们就只有画完两层，然后退出完之后它变三层。都不知道是周期的关系还是哦，你卡住了，不是在，对啊，它卡住了。排的时候，不是这两层都有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低，对，没错，才会连起来啊。那你地零比结构怎么看？只有这一层有一些原子在这边，啊，这一层没有，这层不是应该有一些？这一层吗？对啊，是周期吗？这层应该是中心，因为就是画完都是两层而已，然后中间有间接轴。嗯，对。啊，问题是转成那个 CF 都在 data 之后，它会变成，就是汇成 CF， 用 OBI 开它就它会变成层，然后每个都这样。然后它卡住了。嗯。就相当于说，就是给阿里那个帮你可以再画长一点。帮丁嘛。对，所以可能。他卡住了，等一下，重启。
他没有说什么问题。嗯。把我转换的还是看不出。没有，我把它调小了，就是啊，没有反应。帮我开那个。中间看起来没有线，这个是初始结构啊。对，这是初始结构。这个是我把刚刚这一个做 super sales 时候产生的。帮我看一下这个里面。那这个是 QE optimize 完的结果。这个是最一开始还没做 minimize， 就是。从那个就是画出来的最开始的结构。那你 QE optimize 完的结果是怎样 ？QE optimize 完的，你不是有 unit cell 吗 ？QE optimize 完的 unit cell。QE optimize VC relax 啊，最后一笔是我最呀 VC relax 的最后一笔结构，我是只有就是你就是有画完之后就直接退出了去做 VC and D， 就是中间没有做 VC relax。 好， VC and D 那最后一笔想怎样？这个就是绘出的结构。这个是你画的还是 VCMD 的最后一笔？这个是我画出来的。那画出来的不一定是最终的最稳定的结构啊，所以才要 QE 帮你做 VCMD 啊。那你 VCMD 最后一笔长怎样？这个是 POA2 300。最后一笔你要用 Perl 出来转，还要对，我要去转档。转档，转档没问题。我之前有试过一次，就是在跑完 ND 就转档。只是我现在这些都是跑完的，所以如果在之前它会重跑，所以就是不太重。对对，我是说你写一个标准的，让实验室大家一起来用啊。所以是最后剩下的会剩奥档、自然档跟硬档，就是会把你那个位这些消除，不然你们那个空间马上就没了嘛。像。所以最后只留奥档和硬档，就留这三个嘛。然后还要顺便画，然后把它画出来，然后跟转成 data 嘛。
画就比较自由，写了一个 Python 嘛，对，用 Perl 来控制 Python 嘛，对，然后就比较完之后就可以看你每一步的能量啊、密度啊这些东西的变化，然后 data 档就转出来啊，可以，好，这个多少？那你写完放到我们实验室的模那个群组里面让大家参考啊，我记录一下。反正你转成 data 档，它只是文字嘛，不会占用多少空间吧？对。反正就是 run 完就直接画，不管了。那这个，我先那你今天要转一下哦。好。避免还要执行这个，干脆就让它自己动啊。最后一笔吗？对，是最后一笔，1999。99，然后我把它 super serial 看一下。原本有间谍的，现在只有一个有间谍的。我确认一下。原本的 Unicell 你画 Unicell， 它其实只有一个间谍。对，因为它是 Unicell， 它只有本来就只有一个而已。这是一开始的，然后看起来是，不然我拿下最原本的。它是 data 的。这个是最原本的，然后，最原本的，那你 Q 一转完之后，它的密度变化多少？不然你刚刚画那个200笔的，200笔的抽笔头。报档里面的 density， 这个吗？应该是可以。那现在马上 quick 一下。quick 吗？GIP， 好，
掉，我就在看看。应该要选选档案是？对啊，你要对什么档案做证据啊？档案名称叫什么 ？H2 什么 H2 吗？直接在那边攻击掉。对，H2。然后我看到那个报告。什么？就是编辑啊，多吧？对，应该你要抓的是后面还有等号嘛？他是什么？对，后一个等号。这蟹儿没办法用滑鼠，后一个等号 N 号。对比度变化大不大？也没有到很大，就是在0.1左右在改变而已，最大就2.1，然后最小1.7，对，最小值1.7，然后最大看起来2.1左右在这边，2.1左右，没有到非常大。把最后一笔1.99，所以稍微有一点变化嘛。对，1.7变1.99。这是300K 吗？对，300K。好，所以那间接应该用最后一笔嘛？最后一笔有间接吧？最后一笔的间接，有最后一笔间接。那你一开始那个没有间接，就是对，对，他 QE 乱玩，这个真实的情况应该长这样，这样。那所以你要用这个去 run lens 啊？了解。那我来再重新跑一次那个，看它还会不会存在？存在吗？比如说建，你秀一开始应该要秀一个，就是 borrowing 就有两层中间就有建底的，对，因为你自己画的跟你确定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它超过那个距离就判断成没有建底。嗯。不然你现在看一下建长是多少，这里的建长。QE 最后一笔帮你判断两个之间层跟层之间的间长。我比头问了，可以看吗？还是我要开？可以吧？视频。就对，就是下礼拜要报告欧比头。对呀、啊。棒的，就是要点棒的、啊。对，中间那里的下面那一点，对。这个棒子多吗？对，这边。不可以直接点。这一点点不行，正常可以给调节。正常可以点一下顶片，再出来。哦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1.77，还有比他自己同一层里面的还要再长一点吗？自己同一层的有长一点，1.6。OK， 好。1.73。那你一开始画的 initial 的建长有比这个还长吗？
一开始的也差不多是用手画的，也差不多是 1.7 左右，我要看一下。好，那你就用最后一个来撞它，然后就用 ND 之后转出来的时候。那、啊、你刚撞的是没有箭头吗？对，中间没有箭，对，那是画完的最开始的结构，可是一开始的结构应该也会有箭材，对，因为它是从 Material Studio 转出来的、嗯，但不知道什么转出来，这样还是中间没有箭。16N2 的话，所以是我们的错觉，是有建厂还是没有？用你刚刚那个画图的标准，大片的中间有没有建厂？上 Orbital 上面没有显示有建厂，但想一下，第零笔就没了吗？第零笔就没有，可是反而是在最后一笔才出现。大片的嘞，大片的。你刚刚不是有 run 一个 len？ 对。大片那一片没有。一开始就没电厂。就没有。开始的 len。大片的地方。看一下。对，一开始就没有了。你在 create 放的标准都一样吗？你这没有 create 放吗？对。你刚刚其他的图有建厂的 create 放的长度是多少？0.7，都是0.7。哦，你说有建的这个。1.7，这个是放的宽度的，多长度吗？你回的方式根据两颗原子少于这个，就帮你创一个箭场1.9号。那、啊、你刚刚那个这也是1.9吗？对。哇，就表示你的 emission 就没有给人家靠近它、啊，就没有箭。你就给它是两件单独的波浪柄，完全没有间接的结构。正常来说，所以你隐秘学的是，因为我用这个绘出成 CF， 然后转 data，、欸、但就这边会有那个有箭在上面嘛，然后 CF 的话，1.9，就是你画的。算出来就没有了，不知道什么。等这大于1.9啊，层跟层之间大于1.9，所以没有间接啊。那你是在 Optimal 玩才有吗？这个吗？对 ，BC Relax 玩才有，是不是 ？BC Relax 吗？哎、欸，我一开始就画间接，然后。到了是这边做风扇，风扇完之后长这样，然后把这个绘成 CIF， 然后刚刚开的这个 CIF 就是绘出来的，但它多少有啊？取啊没取啊？你买这一个？有。对。然后选这个，这个是最终风扇完的结构啊，这边有进，对。其他没有动画。动画吗 ？Energy Convert 受链跟能量，但没有，它就是个回忆。啊，你这没有很小，这有 Optimal Box 的大小啊 ？Box 的大小要去。哪边看？这你的 calculation， 对，是不是再点一下？左边，关注这个。嗯。
对，墨。墨。他去买谁哦？是把皮在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对压力，对，他会帮你修正。不过你现在 QE 应该有帮你修正了。QE 最后有出现减。对，那这里表示正确的长度应该是 1.7， 它才会帮你产生间接吧？嗯，我这边画起来。也是1.7啊，多少？1.76，1.76，对。阿烧汉，那你摆进去认识，那怎么没有间接？这个。你刚放进认识里面的第一笔结构。对，不是没有间接吗？没有，那个是放到那个最一开始会出的。所以像那个初始结构有，结构，然后完全，然后完全，然后完全。搞迷糊，还是一开始画的那个建厂就有限制吗？因为我是，你现在用波塞阿普买完，你现在看到间接是1.7嘛？对。那你认识读进去，照理来说地零比也会是1.7啊。啊，所以你读进去的结构其实就是没有1.7了。没错。那你读进去的结构是你当初画的，没有经过波塞。有经过风塞，我都是风塞完才会出，就是画完然后做风塞，然后再会出。啊，那你跟奥比头看怎么会没有间接？没有间接。是啊，这个，帮我看一下它的长度。你是用1.9吧，统一的吧？是。1.9都没间接，表示它那两个它那个距离超过1.9。4.1，所以这个是最初你读的，这个是最初读的，对，我拿这个最初怎么会放这一个？这个距离是多少？2.5，然后刚刚还有4的，对，那、你不是说你这个是用波塞阿平买的吗？对啊，啊，这里看到就是1.7几啊。对，啊 ，length 读的为什么会读到一个2.2级？现在是，不是，就是这边是1.7，但它退出之后会变刚刚，刚刚这样。所以表示这两个不是同一个结构，但他们照理来说应该是一样，因为你怎么做，要大家看一下。我就。这个，他跑完风赛之后就直接，他有个一比错，然后把调成 CF。难道会跑掉？然后存档。对。然后。好，欧比头好像可以开 CF 的。可以。这个就是开起来的。然后。
对啊，他就不见了。就不一样哦。对啊。他是发生什么问题啊？做这些的时候，碰到出了什么？我上了他两颗。这两颗？他就是这两个洞啊。而且它两层的不知道怎么会跑成这种三层的东西。所以少涵其实观念是正确的，但是对我专当结构竟然不一样，专当什么都。然后这个跑完历史减低，又会冒出一根尖，就是刚刚1999这边看到的。所以你 VCSD 是刚刚那个转的？VC 对我是用。CIF 这个程式，这个 CIF 去转 data， 然后拿那个 data 去跑 VCD， 然后 QE 自动会帮你产生间谍嘛，就是它最后修正回来的。对，这是最后，这个是最后产生的，就是 VCD 对，所以 QE 就根据自然最稳定的间谍帮你修正回来。对，看起来是没错。然后再拿 那所以你认识要从这个啦，对，我在拿去做认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对，因为我想说应该本来说以为是就是一开始画结构跟那个 VCD 玩的应该会差不多啊，这样要走掉什么一段，那你算出来是这样表示小数据的 CIF 有问题。那我看一下其他的，这个又有，这个又对，对，它的键就都还在。但是刚刚那个会有什么差错？那我可以查一下其他的。这个也还在，对。OK， 就是这两个可能有问题。不过这样 ND 修正完应该是没有问题吧？啊，这个也都还在。对，好像只有这个出问题而已。OK， 有超大的。那说话你就要用 QE 出来了。对，我在用 ND 完之后，然后再拿去。对，因为这样变成说你摆进去的就本身不让它产生封架键了。对。那就 ND 修正完的。再拿去做那个，对，好，就这样干。然后我那个，如果有产生稳定的间谍，表示你确定很正常啊，就跟冬夜一样。好，那我表示你也完成一个流程了，这下就要靠你自己补结构了。我目前在 run 的，有那个，我有把就是。单元素的钠跟单元素的锂，还有他们跟铜的那个化合物去类似，那就跑这样子。OK， 好吧。啊，之后应该会再去画那，就是钠吸附在铜上的那个，就是因为我看老师传那篇 paper， 它是铜的结构去吸附去做锂的扩散这些，对，所以之后应该还需要再画上去这样。OK。结构可以秀一下，或者给你学长看一下，好不知道。还有这个有些 partition 是没有人用的，所以你们是怎么决定要丢哪个 partition？ 如果哪个没人用，丢哪个？对，就看一下 note 是，看一下剩几个啊，就丢这样。而且你现在上岸，你是用 O M P 还是 M P I 在丢 ？M P I， 然后就都用一个 node 而已。对 ，M P I 不用。没有用 O M P 吗？没有，这是161，没有用 O M P， 还没试过。对。然后有一个会跑特别久的，这个预估要跑20天。对，它是比较大的系统。对，288颗，它的 unisem 很大。是 Matthews 花姐上面，没有自己画出来的，自己画的，这个就我就放给他跑。
然后我科技部计划前年先大概写三页，啊，我之后还能再修改一下。然后这边我会再删一个文件。啊，请你们学长帮你们看一下啦。对，我之后会在上面看。有位置吗？好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写的还是有点卡，所以我们之后会再修的时候再重写上去。OK， 好。然后，好，我不想。像我这个时浪是不是要重新设定？目前的时浪有好多版本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，不是我的意思说，因为现在的时浪我设定的就你要 run 的 code 的个数全部都要把它事先规定啊。对。那我以前的设定是说，你不用事先设定，反正就是用最多资源就对了。嗯。以前的排列点只有一个，就是总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你就不用去看说哪个排列点人比较多、比较少，全部都撒上去。嗯。所以你要改成怎样了？那有些又要 OMP。这篇是在说他们做了一种金属化石墨烯漆跟淡石墨烯，就是他们都。先问一下好评价，所以你觉得要怎么设定质量会比较好？一个 O 的 partition， 然后大家都把它丢上去，不用指定说要它的那个 N test 要多少，等到你的那个记忆体不够的时候，再看哪一个特定的爬梯选，你要去放那个 NPI 加 ONP，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？这样子就不用大家去，但是这样平行的那个 node 就会被占住了。所以应该要怎么分？除了平行的以外，全部都可以把它弄成 O， 大家用单机的就砸到上面。嗯。还要平行的话，就还是独立去用那个平行的 job 这样丢上去。像不会，我看有些是 idle 啊，可能就是那个 partition， 你们觉得很多人用，大家都没丢了，是不是因为这样？没有这么多爬梯卷啊，其实就一个 O 啊，反正你就丢进来，自动就去排了。啊，以前是连上限都没有设定，知道吧？就有同学撒一千个，大家都等一千个上，其他都动不了。我才想到要去设定那个上限，那所以。会比较合适的。分平行跟单机吗？那大家如果丢两个 node， 就算这边剩下一个 node， 它也不跟你 run， 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单机。对，要用另外一个排列才用得到这个 node。研究一下，看是要全部设成 O， 还是没有办法去
这样，但是 idol 都没有动。那我那就控制住那一个。那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好吧，那你就比较轻巧了。还是同时。最后在赏蜜的价格自己要选配哦，自己去调整，还有办法吗？会不会？用自动抽出来，还有评论，然后。反正我们用一个 document 不是吗？对。那你会改吗？一个 document。有指令可以去找，就是这个上面功能吧。有这种指令。就是可以直接。抓到那个我没有用过，那你用去会应该很简单吧？是的是啊，如果超过一百的话，就感觉很难。但是有没有办法抓新的状况？现在的 Node 使用状况？对吧？一样啊。包含姿态的还看一看。可是最多不是只能算姿态，所以你就算你傻了。Grip 这样子来说还是可以。不是，你要先打那个指令 S I M F O， 对，然后 Type， 它就是一个直线，不是垂直线，垂直线。那变成那个，这个，对，这个，对，哎你。这个然后贵贵的正的吗？对，看你要 idol IDLE 对，这边就有啊，慢慢你只要写程式自己去判断嘛。那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抓 Infi 跟 Idol，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把地选哪个比较空的，然后抓数量。一个上线就一个公司，我要做几个？要开吗？对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反正想蛮丢的，就抢不到。就是开的话，就是要上线公司，杀一千个就是要看，要看哪个弄的表面。换就是把上限调高，最近一个方法，把上限调高，你们也会试一下，就是看有排头就不会去。反正就先算一下通过前头的，然后照着顺便人头先出一下，然后简单抓的上限。你平行上就是为了要设定比较大的 case 吗？对，所以要怎样？平行的额外的 partition， 就是专门用来平行的，就是搭配等等，再丢自己再写自然弄就丢掉。它剩下一般全部都把它弄成一个 O 就好了。对，单弄的就自己丢 O 就可以了。好吧，那我来调整一下，然后上线再调一下看一下应该会多少分。我先把这个报价，对，他就是做实模型，然后去把这东西做模拟，确认它的稳定性和它一些机械性。然后就是介绍，就是他们在有较好第一个对称性，它是纳米孔隙，所以对光电子学方面会有些潜在性价值，并且他们的纳米孔结构也有。对于电池性能跟处理性能都会有好的效果，然后它的热传导率又远低于石墨烯，所以有机会可以用在热电材料。他们的计算方法是用 MASP， 然后去有加一个 DFT 第三，有算那个范德瓦利，然
后在动能的收敛，应该说解、动能的解释在500英里，然后 key point 是22乘以5。这一招应该也有用这种 Grimmy 有，我算 ND 的 ND 流全部都加 Grimmy 上去，就是纳里亚什么全部都加上去。对对，然后它的能量和力的受力表，对，受力表只是负1V和0.05 EV。然后它有额外加一个15I 的真空层，对，去避免那个范德瓦利的那个干扰。然后它模拟机械性只是用 machine learning 去做，然后它这边做用一个叫 NTP 的新的，然后它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参数是由它的 initial 是由 AIMD 产生的，然后它的 AIMD 的设定在这里，就是时间不一定是一飞秒，然后一样有那个范德瓦利 ，K point 是22乘1，然后他们最后有用 LAMS 去验收他们，就是去检验他们，那就让你去，算出来的那个机械性质，对，然后这是他们用的结构。就是他们金属化石墨二十，然后他们金属选择铜银金这三种。这是以上是他们做 AMD 的能量波动图，在1000K 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好，所以这个材料你说是热变材料。它的性质，对它在电池除氢跟热电的性质模拟出来的结果都蛮乐观的，就是。都有希望啊！这边还没刊登哦。这篇没有，我那时候早有看到，这個、那个 value 跟那个期刊，只是 issue 没有找到。对，对，所以我暂时先。它是什么 paper？ 怎么标的？它叫什么 nano？ 看一下。在那边找到这个 nano train， 对 nano train， 然后热流新的形态，应该是蛮新的。有这边没有找到这个 issues， 只有这个。12月才会看，然后前面几个。OK， 好。然后这是他们模拟出来的，就是。模拟出来的机械性质，就是他们算他们的 strain stress， 然后可以看到金属化之后，他们的那个机械强度会大幅下降。然后底下这个是他们在 x 轴方向跟 y 轴方向的那个断裂情况。OK， 然后最后就是这东西，对，他们在就是抗压强度会接近石墨烯。虽然没有他们强，但还是可以。然后，并且用 AMD 证明他们稳定性。对，好，再见。好。